日前，林心如分享了女儿第一次为自己做的便当的照片，表示自己饥肠辘辘的回家，看到孩子帮妈妈做的饭，忍不住快要落泪。从林心如贴出的照片中可见，小海豚用米饭在盘子里围成一圈，中间摆满了火腿丁和玉米，直接用海苔装饰出小熊的造型，虽然简单，但让人赏心悦目。林心如在文末还寄语已经上幼儿园的女儿，真希望我帮你做的便当你也能都不剩得只带回空饭盒。一直以来，大家看到关于小海豚的全是这些间接透露出来的日常。林心如、霍建华从来不晒女儿的照片，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小海豚到底是长多大了，只是凭借出生日期来推断一下年纪。网友全被小海豚的举动融化，纷纷留言，女儿就是贴心啊，妹妹太能干了，都会做饭给妈吃了。让我往后的时光喜欢就订阅呗。